makes me love you so i only know i never wanna let you go cause you started something oh can't you see I could be in love like this, it's crazy, but it's true. I only wanna be with you. Mm, you start to smile at me and ask me if I wanna. to your open arms when oh, i didn't stand a chance now hold on baby i just wanna be beside you everywhere as long as we're together baby i don't care cause you started something oh can't you see now ever since we met you had a hold on me no matter with you 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Debra。嗯，刚才大家听到这首歌哦、呃，的歌名叫做《I Only Want to Be with You》。那这首歌是刚才听到的演唱者是由 Shelby l i n 在二零零七年演唱的版本。 那因为我很喜欢这首歌，它诠释的方式我觉得很轻松，很很舒服，然后我觉得很好听，然后它的歌词我觉得呃也还蛮值得一说的、哦。这样子，那今天 podcast 最后面呢会放的是呃在一九六三年啊、呃、原唱的版本，那这位原唱叫 Dusty Springfield。 他唱的就是比较，嗯，快节奏，然后听的感觉，呃，很紧张，<laughs> 所以我才把啊、呃、原唱的放在后面这样。那大家等一下可以听一下，比较一下你喜欢哪一个版本。那这首歌比较例外，我是喜欢嗯新的诠释的版本这样子。好，那今天呢，为什么会讲到？ 嗯，这首歌呢，这首歌的意思是，我只想和你在一起嘛。I only want to be with you，像这个、这样子的歌，或者 I want to be with you，就这样的歌其实超多的哦。然后很多人都有不同演唱版本，或者是不同的歌，可是要叫,叫这个歌名。那所以，我。 我就听了，我觉得，嗯，我想要找这个，然后花了一些时间，所以可见的用这个歌名的歌有多少。那我为什么要用这个歌名来介绍《Forest Scum》呢？《阿甘正传》的这部电影，其实《阿甘正传》他在他的自己的电影原声带也是超棒的哦，呃，也是，哎，上下两集吧，电影。 的原声带有好多人，里面有猫王，有很多人的。因为其实他这部电影，他其实在讲，嗯，就是二十世纪下半叶美国的一些重要历史事件有在里面。所以当他在有一些历史的画面的时候，他会放一些在那个时代那个时候啊、呃，大家很喜欢的。 英文歌，所以它整个那个收集起来，它的电影原声带其实是非常壮观的。那我觉得，嗯，因为能歌词能讲，其实并不是很多，可是歌好听的真的是不错。所以大家如果觉得这部电影没有看呢，我觉得是一定要去看的，好吗？那为什么我会用这个《I Only Want to Be with You》来介绍《Forest Gump》的这部电影？其实。 就是这部，嗯，男主角是由 Tom Hanks 他演的主角，就是阿甘。那为什么用阿甘呢？其实他就是 Gump，Gump，他他的 last name，他的姓。然后，嗯，在台湾，嗯，中文电影的版本翻成这样的话，那大家可能接受度比较高。嗯，Tom Hanks 在电影里面，他很喜欢。 一个女生叫 Jenny，那我认为这首歌可以很很很强烈的去形容，呃，Forest 在电影里面很喜欢那个，嗯，应该算女主角吧。虽然她出现的时间不是很多，可是她就是很喜欢里面那个女生 Jenny，嗯。 嗯，这部电影其实要讲也真的可以讲很多。那嗯，今天为什么会讲《Forest g u m 也很好玩，是因为上一集呢，八十三集讲音乐跟电影的那一集里面讲的 “I have never been to me”，对吧？那那那首歌就是我从来不属于我自己的那个歌。 就是我唯一一次，就到目前没有讲歌的歌词的，可是又要介绍歌的的那个，它里面呢的歌词里面写的人，我在看歌词的时候，我认为他写的是《Forest Gump》里面的 Jenny，就是那个女主角。大家要是觉得很奇怪的话，欢迎去八十三集看一下他的歌词里面的内容。 我觉得他在讲的时候，我眼睛里面跑出来很活生生的角色，就是《Forest Gump》里面的女生这样子。她就是比较嗯，想要用解放身体来呃证明找到自己的人这样。那如果不是很很能理解的话，欢迎大家看《Forest Gump》的电影，就可以理解我为什么会。 这样讲，那为什么要用《I Only Want to Be with You》来讲这部电影呢？因为 Forest 很喜欢这个女主角嘛。我认为她跟她在一起的时候，她心里就一直很想唱这首歌。<laughs> 其实这首歌我觉得可以很强烈的，嗯，形容 Forest 她的心情。我认为，嗯。 那歌词呢？等一下，我们后面再说。前面想要先讲一下电影。电影，我相信有很多人都呃看了。嗯，这部电影呢，其实算是非常的特别。那它是在一九九四年在美国上映。那那个时候呢，它是嗯成为一九九四年票房第二高的电影，第一高呢是《Lion King》。 OK，那他的原声带跟全球在那个时候，他总共销出去一千两百万份。好，所以这样大家就知道，其实他的原声带很很棒哦。可是我看了很久，我不我,我不想讲里面的歌。嗯，然后呢，好，这部电影呢，他又得了那时候六十七届的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影片。 最佳导演，还有最佳男演员哦，所以就是 Tom Hanks 他得到最佳男演员，还有最佳改编剧本，啊、呃，最佳剪辑，还有最佳的视觉效果，总共六项。其实跟上一个那个在讲呃《Dances with Wolves》其实是很像的哦，就是也是得一大堆奖的超棒的电影。 那这部电影呢？其实我为什么要要说，有一个很大的原因。其实 Forest 在出生以后呢，其实他很明显的，他跟一般的小孩完全不一样。那你说他呃是弱智吗？是呃智商不够吗？是什么？其实好像都不是，因为其实他该聪明的地方也是非常聪明。 就他，他有他自己的诠释，这样。那当然，他小时候可能因为啊，出生他的呃脚啊什么，就是他的那个肌肉各方面，他并不是是，就就是在一般人眼里，他并不是一个嗯正常的小孩。嗯，可是呢，我觉得他非常 lucky，是因为他生在那个家庭，就是他妈妈呃。 是会用他可以理解的方式去告诉他解释很多事事情给给他听这样子。那它里面这部电影呢，就有呃名句金句，就是呃，Life is a box of chocolates，就是说生命呢就像是一盒巧克力，You never know what you are gonna get。 你从来不知道你你会呃吃到什么，吃到什么口味了，嗯，所以我像我都不太想吃那种，嗯，不知道什么口味的那种盲选的巧克力，我不要，我只要我只想吃我喜欢的，<laughs> 所以就是我自己当初在想我要做这个 podcast 的时候，用啊、呃、音乐电影来讲我想要讲的东西，其实。 我最想讲的就是啊，我最喜欢的电影啊，我最喜欢的音乐，然后这样子分享给大家听。可是呢，上一集就完全跳出去我的舒适圈，就是我我讲了一个，嗯，我介绍了一首歌，是我完全不想讲歌词的呵呵，可是我很想讲电影，然后讲，因为那个电影，然后讲到我，嗯，之前都不太愿意呃说出来的故事。 那我觉得我今年有很大的不一样。那当然，一个部分就是在去年的这个时候，我录了一个内在小孩的冥想的引导。我觉得从那个时候到现在，应该有做了二十集左右吧，我没有去数。我觉得，嗯，才一年的时间，我觉得，嗯。 我在呃心灵成长方面，可能因为自己要做，然后又要呃去想，哎、欸，那这一集要做什么？那怎么样？其实都是我自己最需要的。那当我去呃面对这个啊、呃，要去疗愈内在小孩的部分呢，我觉得自己也嗯，到现在为止也是。 成长非常多，这样，所以我觉得，嗯，还是要在这边，呃，替我的 meditation 的引导，啊、呃、做一点广告。其实我，呃，在美国上课有选修过一堂课，叫做 business creativity，商业创造力。那那那个课啊，嗯，很特别，是每一次上。 到快完的时候呢，里面呃，其中一位老师，因为那个课也蛮特别，是两位老师 （two instructors） 在讲，在讲。那其中一位老师在快要下课的时候，他就会呃带一段短短的冥想。其实我刚开始的时候也是蛮嗯抗拒的，因为我现在不知道这样子的 meditation 会带我到哪里去讲。 那他第一次带我们做的冥想呢，就是，呃，带你，呃，去找到，嗯，你八十几岁的自己。就假设现在你有一些，呃不能解决或者想不到、没办法选择的一些问题，关卡卡住，你不知道要选 A 或 B 或 C 的时候呢，他那个冥想是带你去，呃，找到。 八十几岁的你自己去问他，你认为现在的我，呃，二三十岁的我，我应该要怎么选择？这样，那那时候我自己心里有一些嗯疑问，可是，在那个冥想不是马上得到答案，大概一个礼拜内就自己突然知道，哦，那我知道我要选什么所以我觉得那个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。 经验，然后那我们那时候在上那个课呢，前面大家也都是觉得啊，为什么要冥想，为什么要干嘛？那大家从也是从呃前面不喜欢，然后到大家上课呢，最期待的是就是呃老师带一段短短的冥想，然后让我们大家呃可以自己找到自己的答案这样子。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。 特别的一个嗯经验，那所以其实我刚开始在录冥想的时候，我好想把那个时候的的那个冥想把它放进来。那我那时候有录一集，可是因为那时候嗯，就是呃录音技巧不是很好，然后在做很多细节的时候并没有做得很好，所以。 我有录，可是收音效果跟各方面没有很，嗯，很好，所以我并没有把它放出来。所以其实是那个时候，呃，上课的一些，嗯，有一个很好的转变，然后与自己更接近，所以我觉得那那个是我一个，嗯，也可以说是，嗯。 转捩点吧，就是说在抗拒冥想方面 <laughs> 是一个很大的转捩点，这样，嗯，所以呢，好，那我就要讲到内在小孩喽。为什么呢？要内在小孩跟阿甘症状有什么关系啊？这个阿甘就是 Forest，他的妈妈呢，他永远，因为他有说一句话：“妈妈 always had a way of explaining things。” So I could understand them 我的妈妈永远有一个嗯，解释事情的方式，让我可以理解她，理解她在讲什么这样子。那因为他的小孩是一个很特别的，那嗯，Forest 的妈妈并没有因为他跟别的小孩不一样而强迫他要跟别人一样。 他反而是用另外一个方式是，是呃接受他的小孩就是跟别人不一样，然后用引导的方式让他让他去做自己。一般人可能觉得哇，那像这样的小孩啊，感觉诶、哎、又不一样，手脚又又啊不协调啊不灵活，然后后来他居然嗯跑着跑着，然后就变成，因为他在小小时候都是不一样的。 的小孩嘛，所以像他在学校，他就是专门被欺负的，对吧？在在那样的场合，那他很喜欢那个女生呢，Jenny 就会每次都会跟他说：“Forest, run, run！” 就叫他跑，这样，那他就跑着跑着，然后他就真的跑得很快，然后跑得很嗯，跑出呃自己的一条路。 就是他去打越越战的时候，他居然就因为这样跑着跑着，还还救了自己的同僚，然后还还还做了很多嗯很特别的事，这样。因为他也是凭着他自己的直觉去做，就是他的妈妈并没有因为这个小孩跟别人不一样，去强迫他一定要变成别人。 其实我要说，还有一个是，其实大家有觉得现在最近的小孩都比较不一样吗？就是因为刚好我前阵子也跟一个呃朋友有聊到，那他的太太呢是呃在国小的特教班，然后当老师，那我觉得真的很了不起，因为那是要很巨大的耐心。那他有提到说。 嗯，他他的太太觉得，嗯，现在的人可能都觉得啊，自己的可能可能爸爸妈妈在呃社会上社经地位，呃，都挺好的，可能是人生胜利组的家长。那在他们知道说，哎呀，他的小孩怎么需要进到特教班的时候，都无法接受。那。 呃，在小孩很小的时候，可能就带去吃吃吃药或什么之类的，这样就是说，在这小孩可能并不是真的是有那么多的嗯缺陷，他只是不一样而已。那就会用呃大人可能用嗯、呃、外面的一些方式，然后去想要让小孩跟别人一样。 所以其实也是因为呃，刚好讲到这个部分，也让我觉得，嗯，其实这部电影其实是很很值得拿出来，嗯讲，就是其实现在的小孩啊，他们嗯、呃、投胎到地球上，其实都有自己的灵魂使命，就是、说他来啊、呃、是有他自己的任务要完成。那像这样的小孩呢？ 他并不会呃追随自己家长的脚步，就是要就是要来，不是来完成父母的愿望，父母年轻没有做到的事，然后需要他们现在来完成，不是的。嗯，所以我觉得可能大家可以呃思考一下。嗯，那我去年的二月份吧，应该有做一个呃。 啊、呃，湛蓝小孩 （Indigo Children） 的主题，然后又讲到觉醒父母，所以如果大家觉得说，嗯，对于啊、呃、小孩教养，然后教育方面，呃，有一些嗯，想要找到自己要的答案，我觉得呃，可以去往我前面的呃，Podcast 去找一下，这样子。 因为有一个有一集是我访问呃我光客同学讲的那因为像我通常呃 interview 就是访问别人的话我不会把它放在我的嗯的这个编号里面，因为我想要嗯就是尊重呃他们的想法，如果他们有一天决定呃他们的声音不想再放在呃上面让大家听到，所以我是可以哦。呃 随时下架的，所以我不会把它放在一般我自己做的这个编号的里面，所以大家可能要去找一下。呃，我有做一集有关于觉醒父母，还有一个是湛蓝小孩《湛蓝小孩》。《湛蓝小孩》好像做了两集，因为我当了老师之后，我对于嗯小孩的教育教养问题，其实我还蛮有兴趣的。所以当我在呃教小孩的时候，我观察他们，然后我嗯再去。 回想我自己的内在小孩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，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也是挺有趣的，嗯，所以呢，大家如果嗯可以去可以去啊、呃、找一下，然后看看呃我之前做的 podcast 是不是对大家有帮助。那嗯，Forest 讲回来，电影里面。 他，我看到那个电影，呃，有的影评，他里面讲一,一句话，我觉得非常有趣。Forest，他是呃，就是说他跟一般小孩不一样，他理解事情的方式也不一样。可是他有三个人对他来说是永远是放在第一位、绝对正确，就是上帝 God，第二个是他妈妈。 第三个是 Jenny，就是他喜欢的那个女生。嗯，他就这三个人在他的心里是唯一的，嗯，最高的层级。那之后，呃，其他的部分呢，就他可能就是没有一定坚持，一定要怎么样，嗯。 所以，所以很好玩。他虽然有有觉得，嗯，很随和，很什么什么都可以，可是呢，他还是有嗯自己的特殊的价值观。那另外一个，我还想要讲一下，就是像嗯，像家长啊，有的时候都会要求小朋友，就是除了要跟大家一样以外，还还要比。 大多数的大家都更好，对不对？同学更好，因为希望考试考得好啊，啊、呃，可以上好好学校啊，然后嗯，这样很重要。可是嗯，其实我觉得，可能大家没有在去说的一个为什么要上好学校啊？为什么要上第一志愿或前三前三志愿啊，大家有想过这个问题吗？就是说，这是要让。 呃、嗯，让让家长觉得很体面、很有面子，还是是？其实像我这个做老师的呢，我是不太愿意去 push 学生啊、哎，他一定要怎样怎样怎样。那当然，人家可以说啊，你你你你你可以说得轻巧啊，因为你不是家长嘛，你是老师。可是我，若我逼他们逼太紧的时候，我我看着我也很难过。所以呃。 讲回来是说，到底为什么要考前三志愿、第一志愿的原因是什么？其实追根究底，念好书其实不是就是要教他们养活自己嘛，对吧？那为什么讲这个呢？又跟现在的小孩呃的灵魂使命有关系是？是现在因为少子化嘛？那 其实学校的名额比学生还多，怎么样，小孩都有书念，那只是念的是什么科系，是不是他喜欢的，还是爸爸妈妈喜欢，还是什么？可大家在一直在讲啊，应该要考好学校，应该要什么？嗯，我在过去的这一年，其实有很大的体会是，其实大家大人都没有去跟小孩讲的一个，我觉得蛮重要的点是，除了你。 在学习上有没有尽力？然后有没有每一次都尽自己最大努力去搞懂、去挑战自己之外，其实最重要的，我认为是他未来有学校毕业之后，不管他念是哪，他有养活自己的能力吗？那如果没有的话，那是家长还要继续养吗？对吧？其实。 关于学校啊，第几志愿第，我觉得我个人认为这些都是棋子。到底他们呃，毕了业,业之后，面对现实之后，他们是要怎么样养活自己呢？那 Forest 他，我觉得他虽然啊，大家觉得啊，他傻里傻气，他什么什么，可是他自己心里有他自己的一把尺，那他也用他的。 呃，特殊的技能，跑啊，跑很快啊，然后打乒乓球。他其实他在很早那他里面电影里面，他还有做一些别的职业。后来他有选择，他赚的钱去投资股票，投资一个大家看了电影就知道，投资一个作物，其实。 就是 Apple OK，所以他其实赚了还蛮多钱的。就是说，在大家可能还要啊，积极营营的为了生活啊，朝九晚五的的去上班去做呃一些事，一些社会上大部分人会做的事的时候，其实 Forest 早就已经不需要为了呃生活费去去忙碌了，他已经赚很多钱了。 嗯，所以我，我我要讲的是说，他并不是一般人认为的怎样的，可是他早就可以养活他自己啦，靠着他自己的，嗯，天分，嗯，所以，其实今天就是为什么我要讲，嗯，内在小孩，讲到灵魂使命，然后讲到 Forest Gump。 那呃，希望我今天讲的呃的一些点，然后有呃提醒或是帮助到大家。<laughs> 那中间也夹了一些我跟啊、呃、朋友的一些对话，还有我自己啊、呃、教小孩嗯这么些年的一些观察，这样子嗯好。那接下来我想讲这首歌的歌词，它其实。 嗯，没有很难，可是我觉得他好好好好好可以形容哦，形容什么呢？形容呃很喜欢这个男生，因为唱歌也是女的嘛哈，然后那他想要跟他在一起，那怎么样在一起呢？他在形容这个嗯，想要跟他在一起的这个过程，好，好。 嗯，I don't know what it is that makes me love you so。他用现在式哦，所以现在这个喜欢还是继续存在哦，并不是因为已经嗯过去的恋情。OK，好，我不知道那个东西是什么让我如此的爱你。What it is？就是到底是什么让我这么喜欢你呢？ I only know I never want to let you go. 我只知道我永远都不想让你离开哦。Because you started something. Oh, can't you see? 你开始了某件事哦。That 就是 ever since we met, you've had a hold on me. Have a hold on 什么人?你 你对我有很大的影响力，就是自自从我们呃遇见，然后你就对我有很大的影响力喽。It happens to be true。然后呢，刚刚好这件事是真的。I only want to be with you。我就只想跟你在一起。 It doesn't matter where you go or what you do. I want to spend each moment of the day with you. Well, look what has happened. With just one kiss How? Okay? I never knew that I could be in love like this Wong okay? I It's crazy but it's true I only want to be with you 我觉得这个歌词呢很简单，然后可是很强烈，然后形容的那个感情很好。You stopped and smiled at me，这个是在讲之前哈，就是陷入恋爱之前，你你停下来，然后对我笑。Asked if I'd care to dance，你问我愿不愿意跟你跳舞。I fell into your open arms。 And I didn't stand a chance. Now listen, honey. 亲爱的, I just want to be beside you everywhere. As long as we are together, honey, I don't care. 只要我们是在一起, 后面呢就是重复了，嗯，好，就是这样，很可爱吧，甜美的很，嗯，其实我比较喜欢介绍这种甜美的歌，就是很开心，然后现在恋爱里面的歌，然后因为讲分手的还挺伤心的，对吧？嗯。 比较巧，好像比较少放那个分手歌这样。嗯，好，那今天的呃这首《I Only Want to Be with You》那就介绍到这喽。嗯、那等一下大家可以听一下一九六三年原唱的版本，然后嗯，他唱的还是很清楚，虽然他的节奏比较快。 那大家如果都听懂他每一句，大家都在唱什么的话，那我今天这样介绍就觉得嗯超好的，好吗？然后呢，呃，因为今天的 Forest Gump 也可以让我们了解什么是 Life is a box of chocolates，You never know what you are gonna get。OK，就是嗯，Be Prepared, <laughs> OK，好，那接下来就来啊、呃、放原唱的版本喽。好，那就今天我们的 Podcast 就到这喽。Until next time. <noise>